只有这样的去理解，才能逐渐地达到了刚柔相济的水平和效果。那对方呢不用劲，那我也不用劲，嗯，看两个人谁的柔化水平高啊。如果一个人的柔化水平高，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变化，嗯，那么呢再抓住对方的海心啊，再用劲发力，这叫以柔克柔。以柔以柔，他柔我比他还柔、啊、他很轻来了我能引着他变啊，以柔克柔、嗯、他轻轻探听我的劲，你进攻我、嗯、我呢轻探听他的劲、嗯哎哎、最后呢抓着他的要害，他这个地方也是在推，他在探听我的劲啊、他在也在探听您的劲，对，他在柔啊，我也是柔，我柔中变化呢啊，找着他的要害啊，这属于以柔克柔。对，有的时候发挥会同时的，嗯，那就是看谁的钢筋质量好。哦，这样的。对，那不是会两个人如果以钢克钢的话会相顶吗？这种如果对方的质量差一下就打散了，他现在钢筋，对对，在我们两个同时发劲的时候，同时发劲，比方你现在发劲了，来，他发劲了、哦、我也发劲，当一去，就您的比他更刚。对，看谁的基本功扎实啊、哦、那么一个强的一个弱的，嗯，一样是刚能可刚。可见太极拳中的刚柔需要辩证的看待，以柔克刚不是绝对，以刚克刚，以柔克柔，未尝不是制敌的手段。太极拳就是这样，看似充满矛盾，却又能完美统一。刚柔如此，快慢如此，动静亦如此。以静带动呢，就是对方来得近呢，感觉到他怎么来呢？嗯，我从哪个方向、哪个角度，怎么来调节变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啊、哦，不是绝对的。对，你比方已经带动，嗯，你也已经带动，我也已经带动，嗯，那咱俩都不动，那能行吗？对，就没有对抗了。对，嗯、还有出奇制胜呢。啊、哦，找着对方的中线、弱点、虚弱的地方，可以首先进攻的。啊、嗯，不是一定要已经带动的。嗯，比如说我跟小饼。一上一合进，都在等待对方的动向，对不 对？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地方弱了，嗯，这个地方气不够，我看着中心在这个地方，我就啪，也可以下去。哦，突然袭击，突然袭击，对，啊、哦，您先变化有一个进攻，啊、哦，就不是一直已经在动的，啊、哦，他没有动，我也可以动的。它是一种在积极方面的一种观察。如果在太极拳推手当中、嗯、就是除了观察还有一种听静，嗯，正常人他在打人的时候抬手起脚他都有一些预兆，来用脚踢，对，他这个预兆就非常明显、哦、我之前有这么一个稍微的晃动，他 有一个说法，对，这样的话、哎、你就对我就有防备了，防备、他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脚踢头歪，哎，你这个脚要踢人的时候你肯定把头歪起来，头要先歪、哎、然后再来平衡你这个身体，他这个拳打的时候，拳打膀炸，像出拳的时候，哎，这个肩就很明显，嗯、对，这个这个，对对对，这个又马上再出去，这就会出去。他还有一个侧身进步，左腿进步，身体你肯定要往右边侧，对对对对，这个腿才能进来。对，一下去我就知道，哎呀，你要起身发人了。他这个就是也是一种观察能力，拳打膀炸，脚踢头歪，侧身进步，就是腹身后发。啊、嗯，你不动，我不动。你一有这个动作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嗯，就我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就是所谓的彼不动我不动，彼未动我先动，这在推手当中的话就是说听对方的力，对方是进的还是退的，是咧的还是踩的，根据对方的力气变化。你比如说两个人搭上手以后，两个手推我的时候，如果推
这个时候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个力要过来了。嗯，就是你，我一知道你这个力过来，我就不用考虑，我直接把这个力就化掉了。动作是受意识来支配的。嗯，你如果动，这个意识已经给你发了一个命令了。如果你想再撤回来，那肯定是没有我直接走的就快。对，已经没有时间了。就是彼不动我不动，彼未动我就先动了。在练太极拳的过程中，从开始一个人对动作的领悟，慢慢会进入到两个人搭手的阶段。在何有禄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名词，就是听劲。听劲是两个人接触时最先要掌握的技法。那么什么才是听劲呢？就是我通过肢体的接触来判断一下对方的力量的大小，对方力量的角度，对方力量的速度，对方力量所要运用的方向和进攻的方向是什么，也就是他的意图是什么，这就叫听劲。听不是用耳听，而是肢体的微妙的感觉。在太极拳的习练中，搭手阶段，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太极拳的推手，这是体会太极拳理论的一种方法，是更加接近实战的一种训练。无数武学前辈都是在互相切磋武艺，然后在自己揣摩再切磋，这样一个往复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功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的修为。太极拳推手是进行二人徒手对练的一种形式，是练习动筋摸筋功夫的一种方法。练习套路是制击的功夫，练习推手是制人的功夫。必须在练习套路有了一定的基础上再练习推手。太极拳属于中国武术的范畴，那么武术就讲技击，太极拳的在练习过程当中，它仍然有技击的方面的体现。太极推手就是两个人在徒手当中进行一种彼此的感觉的练习。太极拳在技击上别具一格，特色鲜明，它要求以静制动，以柔克刚，避实就虚，借力发力，牵动四两拨千斤，主张一切从客观出发，随人则活，由己则治。四两拨千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推手练习可以让我们逐步的体会。那么太极拳推手有什么特点呢？舍己从人在合适泰拳当中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要啥给啥，就是在对方拿你的时候，或者对方控制你的时候，在控制哪个部位要舍得给他，在拿的时候千万不能顶，就是完全要顺他的劲去走，把这个劲开，拿到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我这一个手反而把他的两个手控制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顺着他的劲往一走开，步伐一进就把对方控制死了啊，这个就我也他就无法站立了。对，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对方这个力啊，要顺着他的经济走，就是所谓的他要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嗯，要啥给啥，嗯，其实也不是要，就是全给了，全给了，我不是就被动了？对对对，就顺着他的经济，对，他就是顺着对方的力去走，在顺的过程当中控制对方，反而就让他成为一个被势，也就是被动的。在这个时候他落空的瞬间成为被动的瞬间，我就可以乘势借力。乘势借力是一种比喻，实际上也是一种手法，也是一种实际的应用。也就是说，当两个人在肢体接触的时候，对方有进攻的时候，我要什么顺着他的这个动作的方向，然后呢在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也就是他
或者说是讲他在撤回的时候我顺势而进，这就叫什么趁势，趁着他进攻的方向，然后我再借用他的力量，再增加我的一点力量，产生一个动作效果。那么这就谈到了推手当中的什么呀，虚实变化，就是己不动彼不动，彼微动己先动，这就是一种先知。所以这听劲儿重要，那么借势更重要，才能发力产生效果。如果说对方是一种直来的一种进攻方式，那么你看，那么我采取的我不是直来直顶，你看这是顶上了，两个人僵住了，那么我采取什么，他直来，你看我是侧向，这叫顺势，顺着他力量的方向我来做了一个变化，然后当他感到不舒服向回撤的时候，这个瞬间是什么，我借用他向回撤的这一瞬间顺势发力。这个引颈落空啊，在太极拳中占有很主导的地位，因为太极拳以引颈落空接力刀刃为宗旨，引颈把自己推对方推砸的劲儿，不要给对方形成顶劲，要顺遂，顺遂叫对方临到是我的这个空间以内，叫你落空。落空这个表现有两个方面，就是接力点落空，接力点落空，这地点爆根，你按我的，你完全按我，我要往上给你是顶，我叫你落空，你看我这要调整，我一调整啊，对，你完要按完没有东西了，没有了，稍微没有了，对，这就叫你落空了，落空了，使了劲到了，它弧就往下起了，对，再一个爆根时候，爆根，你看你推我，你推我，我利用阴阳的跳，叫你接根起了。对，再一个你看吧，这劲儿站不着了，是整个身体就是整个身体失去平衡啊，引颈落空主要的效果出来就是叫对方失去平衡。高呢是发劲，大家都知道的啊，柔呢就是变化不发劲啊，那么对方在用劲的时候呢，我们呢用柔化的办法呢，改变对方用力的方向，对方是照我们的中线来的，我们改变了对方用力的方向呢，就把他的劲化解了，这叫柔化，那么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的方劲来发他的合适的部位，这叫柔化刚发，小金推我了，推我，他推我的中线了，推我，再看我这海心呢，在这里推我，推我，推。哦，不能跟他一。他的力点呢，不到我的中线来了。这个过程呢叫柔化。给他柔化掉了。那么他柔化，他的力点到这姿势不对了，我这刚呢在这呢，下墙。我这一去呢，这叫刚发，还要进入我的中心。那么我呢，变化牵引他的用力方向不到我的中心，到另外一边去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失去了中心所以说我牵引他的过程呢，是我虚劲的过程，虚劲的过程，对，他失去中心，我虚劲了，那么一发突然发力就发到他的要害点，在柔化的过程当中呢变成虚劲在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变成发力正好体现了一个一虚一实的一个变化原来是这样体现的，对，不是首先要打人，首先要化解它，保存自己的运动体系。我们跟随邱慧芳拜访传统太极拳名家的旅程告一段落，太极拳似乎已经被慢慢地揭开了神秘面纱，但是名家们的一句秘在揣摩，让我们感觉探索的路似乎才刚刚开始。探索太极拳的奥秘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扇大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享受其间。